中华关为一百空四年开始举办家暴防治查囡计划，在社区就无职工投入反家暴的服务，培养社区职工有家庭暴力防治的专业服务机卡，为着就无更加侪人投入反家暴的行列。中华县政府24号是邀请已经培训完成的60个社区守护职工举办大会师，做伙来响应家庭暴力防治。启动仪式由中华县长王惠美带领社区守护职工做伙宣誓反家庭暴力。中华县为104年开始办理家暴防治查囡计划。在社区内底召集志工投入反家暴服务，培养社区志工有家庭暴力防治的专业服务甲技巧。目前已经培训完成60个社区的守护志工，大约300个人。为了号召更加侪人投入反暴力行列，中华县政府特别伫今仔日举办中华县家暴防治月启动记者会，由中华县长王惠美带领社区守护志工，做伙响应家庭暴力防治。透过大会师的活动，邀请更加多社区共同参与。这边还是要再次谢谢我们社区的所有的成员哦。我们希望透过社区啊这个为基础，我们家庭为中心哦，一起努力，把我们的安全网能够建立起来。那就是透过大家找到社区里面的脆弱家庭，透过大家关怀。啊，包括伊也欠物资，咱甲提供物资；啊，包括伊也需要社工来甲辅导，咱就请社工来甲辅导，那避免一些这个家庭的这个悲剧的一个产生。所以在这边，我要再次的谢谢大家，大家都有非常重大的一个责任哈。那我们希望说，透过这样的一个总动员一起来，我们总共有目前是有60个社区哦，那300个总是学员，我们希望说大家把。这个防治的观念更加的宣传出去，让更多的乡亲哦有这样的一个概念。我们发现状况，马上跟我们社会处这边来这个通报，包括我们有113，搁较严重，你都是爱110咯吼。茫严重，你搁较113都袂服气吼。暴力是人格甲心理上的缺陷。中华县政府希望建立一个无家暴、无儿童虐待社会安全网，也希望社区内底家家户户拢能投入家暴防治的工作，每一个人拢能成为社区关怀据点的守护员。新中华新闻北平林中华采访报道。